今天是4月13号，礼拜六，我们下午的6点多，去公报社买了一个如鹰展翅上腾，这是我们最爱的老鹰啊 ，N 年前就想买的，所以这次是小做的。好，我们的金文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这时候有刮刮卡，刮刮卡。好，我们来祷告啊，主啊，给我们一个经文。本来要专攻说事业或是爱情或是财富或是健康，但是我们今天就祷告一个综合的，我希望主给我一个2024年这一整年的带领的路，因为今年我要做猫头鹰，上面的猫头鹰要用智慧来看世界。好，我们看上帝给我哪一个话语。好，哎，选一张比较特别的书吗？书还是那个家吗 ？Face， 每一张都可爱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来第一眼的书好了 ，Book， 好，看一下。有哪一面？这面，然后刮出。2024年的经文是什么呢？我总体的来祷告。好，念出来好了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约翰一书4章18节，好，这是我今年的经文，叫我不要惧怕。对，我常常睡梦中会惊醒，特别是今年，去年到现在，希望我今年之后能够去除我的惧怕。阿们。